对我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有幽默的模仿，也有专业的自弹自唱。FIR 成员阿庆化身音乐老师，不止分享个人音乐经历，也在现场教授同学极简派作曲法。非常非常感谢这个阿庆老师，这么忙，他两岸都有很多很多的事业在做，然后可以来帮我们用心规划今天的这个音乐派对啊。能够透过我的这个一己之力跟一些人脉关系，尽量的把很多很棒的老师他们的课程都能够在世新的这个终身学习学院能够来开启。世新大学举办流行音乐派对讲座，邀请重量级大师到场开讲。除了阿庆，知名吉他手卢嘉宏以及资深经纪人韩罗贤都成了专业讲师，传授同学流行音乐盛典。我从高中就会写歌词，但在谱曲的部分我一直蛮困扰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还蛮受益良多的。你自己具有一定的音乐素养，或者你有一定的音乐程度，你都可以做到让自己来做宣传跟让自己来做经济。你可以坚持你的兴趣，你可以走出你的一条路，只要你坚持，你一直磨练这个技巧这个技术，这个乐器，那有一天你一定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方向。从创作到行销，不同的面向来谈流行音乐产业，也希望有兴趣的同学能够提早认识，做好追梦的准备。 iMedia 采访报道。